Hello，我看起来好憔悴。Hello，晚上好。看 PV 了吗？看到了吗？已经开始了呀，拍子。好看吗？那个 PV。哇哦，已经开始了呀，拍档。那明天公演是不是也是那个啥，也是这个点开始吗？没有办法呀，我一个人，我临时剪，能剪那么短就不错了，不要嫌它短。我太累了。要是你们要是嫌弃，那早知道我不剪了，就让他去吧，掰烂了。我今天很累，很辛苦。我今天好累，好累哦！哦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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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所以我就只直播一会儿会儿，然后就跟大家说再见。我的证件还没有剪好，明天回来再剪。哦，烦死我了！Hello，你好。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那你小心点，别把我心里的其他人给撞倒了。你被撞倒，你怎么知道你在我心里？还有谁被撞倒了吗？撞倒了就被就吱一声。你哪天上班不忙？你好几个月前你就在说忙了。我真的是困死了呀，明天还要早起，要吧？谢谢市民张女士的巧克力，叫我老公，叫我小老公。我今天早上去做造型的时候，结果一根头发进了眼睛，我都不敢相信，怎么会有一根头发进眼睛？而且你们知道吗？当时进眼睛的时候，我一直弄不出来，然后眼睛的妆都花掉。然后后来我到楼上，就是去，我想把隐形眼镜摘掉，然后让眼睛休息一下，因为眼睛通红的嘛，很难受。然后我把隐形眼镜摘掉之后，不对，我还没有摘掉隐形眼镜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根头发怎么找不到了？然后把我急死了！天呐，我头发掉眼睛里，然后我还找不到了，然后急死我！然后在我转了几圈的眼珠之后，然后我发现了那根头发，就是它慢慢的显露出它的头发了，显露出它的棱角，对，棱角。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哇，这根头发好长呀！在经过我的努力之下，那根头发终于它有一头从我眼睛里出来了。然后我就把它抽了出来，哇塞，那么长一个头发，那么长一个头发在我眼睛里，它怎么掉进去的？我都不敢相信，我才要破防呢。Hello，晚上好。那么长一根头发，它怎么跑到我眼睛里啊？而我眼睛里居然放得下那么长一根头发，正常眼睛的范围怎么可能放得下？我没啥胃口，但我还是吃了点东西。我怕吃太多，明天看上去不瘦了。
对啊，那么长一根头发进眼睛里，不是那么长，那么长。感觉到啦，我做造型的时候感觉眼睛很难受，眼睛都红了，都哭了，然后就但是弄不出来，没想到它是因为那么长一根头发，所以才弄不出来的。就回来之后就赶紧把它就是慢慢的挪到眼角，然后把它拿出来，发现真的好长一根，很疼很疼。然后后来摘了隐形眼镜，之后感觉好多了，都不知道它怎么跑进去。直播封面嘛，明天要公演啦，我还有几首歌，最后几首歌不熟，天呐，就很累。今天录证件、拍声写，等了好久，好累哦。还剪了那个证件，然后等会儿要去把那几首歌的站位练熟了。然后明天就公演，就大家明天见。爆累，让我喝一口白酒。喝了酒会不会记忆力不太好？喝酒会不会记忆力不太好？农夫山酒，就是一个叫农夫山上的酒。真的吗？皮皮好意思，看了吗？皮皮，真的吗？我熬连夜赶出来的，好看吗？好看就好。我自己的证件我还没有加字幕，我还要加字幕，但加字幕好麻烦，好累啊！还有音乐配音我还没加，我好麻烦呀、啊。明天回来公演回来再加。Hello，晚上好。最佳拍档的 P，既然是我来后期，那我就魔改熊素君，我把熊素君泥塑成一个追随我的人，泥塑成熊素君追我。谢谢你的梦想，我们守护的荧光海。对呀，自己做，因为我自己出去拍 PV。所以我就自己剪辑一下的比较放心吧，来对，对呀，我一人分饰两角，披了一个他的头，真的吗？你的猫来咬了你一口，说明它想咬我，然后你代替我被它咬了，不要怕，我跟你说，被宠物咬了，我教你咬回去。你也咬回去，咬他脸上，我觉得我 PV 还是很不错，非常的灵动活泼。你们想看吗？我可以发布在 B 站，但我不知道这它算不算我的版权。我剪的，给你们看一遍，给你们看一遍。给你们看一遍，怎么样？酷不酷？酷不酷？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玩意是我剪出来的，看不清楚，看不清楚。我已经尽力了，我剪辑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摆烂，超想摆烂。因为调整他的头，我真的很麻烦，用手机剪辑真的很麻烦。哎，用手机剪辑真的很麻烦。就跟电脑的剪辑加图片不太一样吧，所以我现在证件还在用电脑剪，我不打算给他加那种特效，我累了。不打。剪得我太辛苦了，等一会儿我再去把11首16人去复习复习，把站位搞熟，搞滚瓜烂熟。
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谁要练公演的，一起练一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人跳的对还是错，哈。嗯，我今天拍了很好看的生写，但我觉得我脖子僵硬的拍生写，头也很僵硬，假发也很僵硬啊。Hello， 晚上好。希望明天有那个我专属的那个造型师在，他会比较会搞头发。有点，我哪天不帅？对啊，今天忙死了，拍生写拍到很晚，一直在排队，还有拍证件，拍证件还好，主要就剪辑剪了好久，但我觉得我剪的还不错，不错。明天跳公演呀，起不起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明天当然是在剧场跳公演啊。嗯，要来看哦。我可是扒站位扒得很辛苦的，你们要来看。哎呀，我现在要把我的，哎呦，脖子疼，难受。谢谢最棒懒人，要你不再悲伤的荧光海，救命！嗯，嗯，要看要看。哎呀。明天应该也是7点开场吧，赶紧的。明天穿什么衣服呢？我今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是梦是这样的，我是一只蜘蛛侠。梦的开始是这样 ，I am a Spider-Man， 然后我是一只蜘蛛侠，然后我正在一座大厦上面，就是那种大厦的壳，大厦就是它那面都是窗户嘛，就是那个银，就是看起来是反光，就是全部都是银色的一座超级超级高的那种大厦，然后呢。对面也有一伙军团在跟我作战，就是我们在打架，然后我是一只蜘蛛侠，对，然后我们站在那个大厦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站在这个大厦上，我们是这个样子站在大厦上，然后打架，然后大厦上布满了蜘蛛丝，大厦上，我不会说话，大厦上。遍布蜘蛛丝，我们要行走就一根蜘蛛丝，然后再走过去，噼噼噼噼太真实了，你知道吗？就我真的我可能上辈子是蜘蛛侠，我可能以前就是蜘蛛侠，然后现在不是了，退役了，悄悄告诉你们，不帮我保密，不要告诉别人，我。吃饭吃了一点点，没吃了，但没有完全吃，嗯。然后在大厦上面，然后跑跑跑，然后一个不小心，然后我吐司失败了，扒完了，但还不熟，等会儿晚点再熟，再跟别人一起合一合。对，我现在心有点累，也不是心累，就是工作量有点大，导致我有点累。然后我就在那个，我现在跟大家那个吐司，就是我在这个大厦上，然后吐司，然后那个丝，然后这个大厦呢，不知道为什么它在2楼还是3楼的那个位置，就是，那是一户居民，然后那个居民他没有窗户，也就是说那一块是整个大厦唯一的凹进去的一块，你们想象一下，就是他没有窗户凹进去的一块。Hello，PV 好看吗？笑死我，为什么叫好看吗？
不许笑，熊素君他喜欢我。魔改，我本来想在 PV 最后加上小熊给我拍的他的那个表情包，就嗯这个表情包，我本来想嗯然后加个表情包，然后再配个字喷气波波。我本来想魔改的，然后想了想算了，我怕魔改了过不了审。我怕我魔改了之后就过不了审，然后就放弃了，不魔改了。替身文学，我没想剪出来，效果还不错。对，我继续做蜘蛛侠，我不是在这大厦上，然后吐丝失败了，然后那个丝飘走了嘛，但是我人已经飞起来啊，不行，我要掉下去了。然后这时候临时的一根丝，它就唰唰唰拴住了那个大厦的缺角的那个阳台，唰唰唰刷住了。然后就是在我快摔下去，我要快摔死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把我给救了下来。然后后来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大厦的那个那间公寓里面了。然后我想啊，原来这一间缺角的公寓是我自己的房子呀，是我自己的房间呀。哇，我很惊讶，我居然被我的敌人，对面的我的敌人给救下了，怎么回事？然后我抬头看向窗外，我只看到一缕长长的马尾辫，就是你们能想象，我现在还记得它那个马尾辫是什么样，就是这是一个头，我给大家画一下吧，我这样说可能不太明显，给大家画一下，一个头，然后哔哔。然后一轮明月，然后这是窗户，这个样子的。像不像？像不像？就是对，大概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是我的那个窗台，然后它在踩在我那个窗台上，然后这是它的马尾，飘扬的马尾。然后它就是吐丝的蜘蛛侠，然后把我救了回去。然后我只记到这里，然后让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然后我醒来之后呢，我想这好像一部动漫呀，我想他好眼熟啊，他是谁，我好想知道他是谁，现在来人呐、啊、给我去查，我现在就要他的身份。身体挺好，我要去知道他的身份。然后后来想他有点像那个什么飞天少女，爬少女，不对，那叫什么来着，飞天战士，不对。然后我慢慢的就想这是什么神少女什么什么。然后后来我找到了，哦，原来她是圣少女，就是那什么怪盗圣少女。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动漫哦，你们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动漫。这也确实有点像熊素君的那个形象，他之前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扎马尾辫。对，然后我居然去找到了这个样子，然后马尾辫一模一样的一部动漫，它叫圣少女，它比我出生的还早，它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出生，所以我根本没有看过这部动漫。我想我的天哪，救命啊。对，今天早点直播，然后早点直播结束之后我就去全心全意的投入练舞了。我担心时间晚了我就爆脾气，也不是爆脾气，睡眠不足啊，脾气有点炸。叮，看，这就是我梦中女神，我的救命恩人，她救了我的命，她把我从蜘蛛丝下救了下来。对，我要去练舞。
我跟你说，今天我拍的深写很好看，今天的拍立得很好看。如果是竞价拍立得，大家记得一定要去拍，一定要去抢，真的很好看，好看的嘞！哎呦，哎呦，哎呦，特别是签名的那几张拍立得，好看的嘞！哎呦，哎呦，哎呦，好看的不行，一定要去抢，巨好看。深写也应该很好看，我看的，光是我看的我就觉得很不错。官博会发，官博公演发视频，他还没发吗？他没发的话，发我就发一下，我先发，我等一下我随便发一个。嗯，标题穿越一碗汤，一碗光年来见你，也修改封面，更换底图，我让我找一张比较骚的比较骚的画。啊，我找一张最酷的，不要这张。这张不行，这样吧，放张熊素君的奔图。塞纳河，自制。就原创，记录生活美好时刻，再加一个标签，你们觉得加什么标签好呢？加一个分手标签。不嘞，啊，没登录呀，等一下。晚上好，在看我做的 PV 好不好看，超好看，我跟你们讲，上传啦，一上传我看看通过没，什么东西？哦，看到有私信说我好有礼貌，很可爱。好的，我是一，
怎么能叫我可爱呢？双星了，太审核中了，等等，他在审核中，在审核中，审核好不容易，审核好木。我今天的声写超好看，我给你们看。哦，我不是在没有在这里拍，这里拍了一点别的妹子的。遮住衣服，看不见。审核过了吗？你要走了吗？你要走了吗？让我喝口酒。手里呀捧着娃娃糖。我从不喝假酒，真的。哎呀，我腿好痒，我发现我腿被咬了，都破掉了，我发现我大腿也被咬了，好难过呀，我大腿也被咬了，昨天发现大腿有点疼，然后一摸发现好像肿了，再一看就是发现就是被咬了蚊子包，好大一块，好疼好疼。在刷视频吗？审核通过啦，快看！通过啦，通过啦，通过啦！我真的晒黑了，你看我是不是现在看起来很黑？好吧，等你回来。视频通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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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去看看看看看，真的吗？一键三连啊！感谢，我知道这样会头晕，让你们跟我一起转。啊，一碗一打错了呀！我不想改字了，懒得改字，这样吧。因为这是一个搞笑的视频，我们就要贯彻到底，搞笑到底，不要那么认真。OK， 我太天才，我太有天赋了，真的吗？好瓜，我瓜，果然对不对？我就说我是瓜，你看我视频里面还夹带私货，就说熊树君他种了一棵树，他向那个树许愿，给我一个瓜，然后我就掉出来了，我就掉出来了啊，我就是瓜，知道吗？就是这个样子，对。好棒吗？好，对，然后说来给我一个瓜，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还有熊素君嘟着嘴追我去去好快乐呀，好快乐呀，枯燥的剪辑视频就需要一点快乐来贯彻其中。贯彻其中，夹带私货。对吧？对吧，我就是瓜，我就是瓜。嘟嘟嘟嘟嘟嘟嘟。
小裙子，你知道我们这小裙子，一条裙子要多少钱吗？要租它要500块钱一天。我那天本来想多租几条裙子，但是钱不够，租不了，我就只租了2件。哎呀，不是买一条，是租一条，买一条都不知道。因为好像是说，就是有人借了服装，然后没有还回去，所以服装越来越少，所以就开始问我们要租金了，就是要押金，不是租金。嗯，自己买几条小，可是我是瓜，我没有小裙子，瓜是不穿裙子的，瓜就是要。挂就是要西装革履，我决定了，明天穿校服，去剧场，不行，太热了，叫我老公，大家记得。点赞、评论、转发 ，Thank you,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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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点赞、评论、转，点赞、评论、收藏、转发，对，4连好吗？嗯，是的，我是一。早上好，我明天公演结束，小值一下播，然后我再剪，继续剪视频。等我剪完证件了，我再剪那个舞蹈视频。不知道熊素君看到我剪的视频有什么反应？开心吗？喜欢吗？不知道他是不是很惊喜？哇塞！好呀，期待我明天公演吧。嗯，我最近睡觉都不盖被子了，因为太热了。但是不盖被子，我发现白天起来肚子就会疼。嗯，拍个 vlog。哎呦！我的腿被蚊子咬得好疼啊！多看几遍。我给你们看，我今天。拍超好看的声线，明天有公演，是8点钟吧。因为不方便给你们透露衣服，给你们看一张头。看一张头，这跟我长得怎么有点不一样？造型不行，我喜欢那造型姐啊，今天没来，这就是给我假发，她不太现在这个造型姐姐不太擅长戴假发，另一个比较擅长。
我还以为我本来要今天红着眼睛拍照了，吓死我了。真的，我要再跟你们说一遍，我今天那么长一根头发跑到眼睛里去了，那么长一根头发，你们敢相信？一根那么长头发把它盘起来能盘多少圈，它就掉进我眼睛里去，我都不知道它怎么掉进去，我还以为睫毛掉进去了，然后拼命去眨眨眨眨眨，怎么都眨不出来，然后看镜子好像也没看到，然后后来就感觉眼睛蒙蒙的，直到后来我到房间里去，就是对着镜子转了几圈眼珠，我才看到那个头发慢慢的显露了它的额角，然后再把它给拿出来，太可怕了，拿出来那么长一个头发，它想种在我眼睛里吗？很可怕，真超可怕，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掉进去的，我想我不至于一下子脱那么长一根头发吧。超可怕，我以为我就要见不到你们了。我呸！我哪儿秃了？我真的是生气！我上次出去回来，我还没理我房间呢，我还没整理房间，我焦虑了，吹一根笛子。贾舒婷在中心吗 ？Hello， 你好呀。谢谢夸我漂亮，蒋舒婷在中心吗？我已经迫不及待。真的吗？等了好久，我憋了好久，我以为你们不喜欢听我吹笛子。谢谢轨迹的荧光海。琳娜贝尔他现在屁股对着你，你要看他吗？叫我姐姐，让我给他吹一曲生日快乐。我不香吗？不看我吗？被我迷住了！啊，天哪！我其实在做法，就是我一吹这个曲子，就会有人被迷住。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跑路？不行！我一吹这个笛子就叫回来。我现在吹的是一个带来好运的那个节奏，大家都又要拥有好运了，天哪！好运降下来，好运降临，接收，我来演奏一下，我吹那个长笛。啊！为什么笛子会那么阴间？正常的笛子也是这么阴间的声音吗？就那种。我生日会表演超好听的笛子乐曲啊！君君，
我今天看到别人在抓兔子，我很想抓兔子。哦，它超可爱，超可爱，超可爱。君君，我好想亲亲你啊，嗯，嗯，好想亲亲君君啊，嗯，它这个毛看上去好舒服，嗯，香香的，软软的，可爱的，美丽的，动人的，嗯，亲亲我的小君君，嗯，就想象它的口感。嗯，君君的口感，这个头的口感，这头的口感特别好，就这个圆润，它这个脑袋是，哎呦，脑袋是，你看，它这个脑袋是圆润的脑袋，它脑袋是，我之前拿中心，中心不养兔子，中心不养兔子，它在家里。带的好，太可爱了，对，很好吃，它口感很好，我爱君君，嗯，这个脑袋圆乎乎的，圆乎乎的，嗯，我真的是为它心碎，爱惨它了。除了他现在不认识我了，我决定我下次回家我要自取其辱，我要去跟他挑战一个宠物信任度训练，宠物信任度测试，在我离开家半年之后，我要挑战他，我跟他的信任度，我相信他，我们信任度一定很好。Hello， 你好，什么？你是我的神。今天没有人来吹笛子难听了啊！我要统领天下了！你们有人知道讲述的你在中心吗？搞笑女版本，嗯，我是搞笑人生了。那我隔壁就爱听我这音乐，就喜欢听我吹笛子。对，我是搞笑女了，真是的。讨厌啊，你怎么说曹操曹操的。但是我今天不是搞笑女，穿上西装我就换了一个人，我就不是那个人了，我就不是那个我了。不要把我和昨天的放在一起谈论，我指甲好疼啊，我前两天弄断了指甲，疼死了。这蒋淑婷去给他过生日呀！我侧脸像条鱼，我是条鱼，我真是条鱼，我不会，我不会到空气里呼吸，怎么办？我不会到空气里呼吸。我还以为我不会呼吸了，我要吃一个糖。真假的？哦，我要吃一颗小窝。真的？有人说我正脸像一只兔子，我不信。他说
兔子，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一只嘴巴。说，我跟他百分百像。然后我说，那确实，我可太像了。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一只嘴巴，怎么能说我后脑勺像潘一奇呢？你这是在辱骂我。嗯，好好吃哦。对，我跟你们讲，今天进我头发的那根头发就这么长。啊，嗯，不说了。这个是虫子糖。用虫子熬制7749天，凝聚天地之精华而成。你看我新发布的视频吗？嗯，不行，我又吃太多了。看我新发布的视频吗？好看吗？我是不是王姐？我牛不牛？哪里的奶茶好看吗？啊！我今天不搞笑吗？我之前很搞笑吗？没看吗？我现在命令你点开我发的视频，观看它，并且长按大拇指，长按大拇指，并且评论，并且转发。Yes， 超端的超级重，我跟你讲，它是所谓的移动背景，我的光环。我的偶像光环就是这个，看，啊啊！有没有发现它是个光环？一个环，天使的光环。啊啊！怎么样？怎么样？因为直播条件有限，我就自带背景，自带光环。转发，转发给和你最要好的女性朋友。这个样子看上去像什么？像是我脑子有问题？呸！像是我我在干嘛呢？我躺在一个跷跷板上，对，我躺在一个跷跷板上。Hello， 晚上好。我在这跷跷板躺得有点累，我在发癫。什么？你没有感情比较好的女性朋友，那你就转发给你感情最差的那个女性朋友，你就转发给就是你的死对头，转发给你的对家。对，转发给你的对家，没有吗？对家都没有，你都没有人是你对家吗？那你这样。你转发给你最讨厌的人，转发给你最讨厌的那个人。对家是什么？就是对面的人家，就是你对面邻居。实在没有，转发给班主任。别跟我说你没有班主任，我知道你可是那个，你可是。小学生，你可是要小升初的，小升初你这个拉拢班主任很重要，给他看点搞笑的东西也很重要。看对眼的亲家，哎呦哎呦哎呦，你有点东西，你不对劲哦，怎么能是骗人呢？你看我清澈的眼神，这算是啊，这样算是骗人吗？
对呀、啊，我很刮，超刮。我抹掉口红就是绝世金刮。班主任为什么会被打死？你怎么为什么你要打班主任吗？打班主任不好，就是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能中途而废，要做就贯彻到底，不能中道崩殂，不能中途而废。对，你要是想考100分，那么你就要努力的去考100分，就不可以半途而废，你知道吗？半途而废就考不到100分，所以你要努力的去考100分。对，任何人都是，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你就一定要完成那件事情，你不能不完成那件事情，那样就会让你真的不完成那件事情，那样你就不能做到完成那件事情。哎呀，肚子疼，感觉这两天身体比较糟糕。真假的，我除了脸不像，其他好像都很像，有手有脚有脖子。嘟嘟嘟嘟嘟，我发现我这个娃娃音来说话真的很累，就是我听我的回放的时候，我就有时候觉得很抠地，脚趾抠地，因为我觉得我声音太可爱了。喵喵喵，波波哒，么么哒。真的吗？上个小升初的考试试卷懒不懒呀？怎么考怎么样，答案出来吗？很无语。是那应该是分不同的曲线的那种卷子吧，我以前幼儿园升小学的时候也做过，就是不同曲线的幼儿园升小学都会有一个那个学业等级那个水平测试考试，就要测你幼儿园。说明他很爱我啊，他怎么会打我？真的是，你也没能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意吗？要是现在他能见到我，熊素君早就喷起抱住，然后哇，对，真的吗？数学题用其他方式，是说物理方式还是化学方式？不是自我陶醉，这就叫当事人不在，随便你瞎说。当事人不在呀。Hello， 我刚刚给大家讲解了一下我是怎么和熊素君是怎么亲我的，然后被我拒绝了的一系列事情，现在已经讲完了，概括一下，大致科普一下，大概概括一下，我会抱他。我要确定他没有还手的能力，我才能抱偷啊。我不甜，我酸着呢。对，我现在是和自己住。熊素君也可以来和我住，怎么会齁甜？齁甜，齁的意思就是齁。那么所谓齁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很齁的一种甜，就是齁甜的意思。有点卡吗？我是不是连到隔壁的 WiFi 去了呀？我经常连错别人房间 WiFi， 那麻烦。我又开始困了，我不行，清醒一下。等一会儿去练公演。甜过头了导致网络阻塞，你知道吗？糖它是粘稠的，它的血液中会让你血液变粘稠，同理糖它在网线中它会让网线变得粘稠，它会让网络变得慢，
对，它会让网络的速度降下来，就是说越前的人啊，他这个直播越卡。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直播卡死了？不，糖它是用来发电的，它是就是用来制作电线的。那个糖啊，你把它搓成一条线，然后它就变成电线，而属于导电材质。对，谁要是不喜欢这个糖，我就把它网线断掉。卡神，那我说明我这是甜生锈了，你知道吗？我这说明我这个是超甜啊，爆甜，简直就是甘蔗地的那种甜，所以才会卡生锈了。真的吗？感觉我直播间不卡了吗？别骗人啦！我知道你想安慰我，是不是？别骗人，我知道我太甜了，太卡了，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数，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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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装卡装失败了。啊，不是呀，我是掉什么？你是第一个夸我是吊绳的。嗯？怎么？怎么会不卡不行？我现在很卡呀呀，我被我自己卡住了。看我性感吗？嗯，我怕转到正面会让你们大吃一惊，所以我就你家猫来了，它被我甜住了，它说你太甜了，咬你一口。他为什么不咬我就咬你？就说明你有问题，说明他喜欢你。你看我，我咬我一口，说明我喜欢我。什么？最后一个字怎么念？真的吗？我就是武器掉。嗯，等一下。嗯，单好热呀。不许呕！你再呕多一点，你可以再呕一点。我跟你讲，你可以再呕一点，辣眼睛，我让你辣个够。我是教一，教一，我教你什么是一，就是拿不下来，就是教一。什么？
你让老师也看。怎么了？不看吗？不看吗？不行，你给我回来！不行，不可以走。你要是走，我就热舞了。我是娇一，我很正常。忘了，你12岁。那我要做广播体操了，1、2、3、4、5、6、7、8，3、4、5、6、7、8，3、2、3、4、5、6、7、8，这是我教大家一个颈椎操，它能够治疗你的颈椎病。看，你不是大家常坐在椅子上吗？不是颈椎不好吗？你就1、2、3、4、5、6、7、8，2、2、2、2，哎呀，我头晕了。有未成年吗？还一口酒。断了的脖子拿点胶水，胶水是万，胶水能够把东西粘在一起，就说明胶水是万能的，它就是把它脖子粘在一起，然后放好，固定住，等它干了你再放手，不然的话脖子它还是会掉，你固定住。真的吗？你澡还没洗，你为什么现在不洗澡呀？你可以边洗澡边看直播。哇，我要练舞了！你提醒了我啊！我要走了，不行，我要走了。对，我贴了。我要练舞去了。家人们再见，明天公演见。我学了一下，但没记怎么不怎么记得熟，没怎么记得熟。我一会儿多练几遍去。哎呀，我剪视频剪了半天，明天继续剪吧。拜拜，明天公演。不行，明天公演见，我要看到你们看我。之后希望你能够在，不然我就性感热舞。好的，明天见，晚安，拜拜。记得看视频三连、五连，对。